嘿，Lucy 又来了，今天吃这个粉色的小蛋糕，上面还有一只小熊，先吃个小果冻。嗯，手上有个皮筋，把这个拿下来。这是一个巧克力，这是一个小熊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小熊掉了。来吃这个蛋糕，看看几口能把它吃完。给我颗小爱心，下个视频啊，吃这个大的。